各位小朋友晚安，我是舰长。你们已经在潜水艇上面了吗？今天呢，舰长要一边驾驶着潜水艇，同时呢，要来和小朋友说小王子的故事哦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或是听过这个名字吗？这个小王子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住在城堡里的王子哦。这本故事里面呢，也没有公主，更不用谈巫婆啊、仙女啊，或是有老鼠和小鸟来帮公主缝纫洋装的这些人物哦。这个故事里的小王子非常的特别，他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哦。小王子在这趟旅途当中认识到许多的人，其中有飞行员、狐狸、国王，居然还有毒蛇呢。如果小朋友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现在就让小王子带着我们一起展开这场奇幻的旅程吧。我6岁那年，有一次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名为《青绿的故事》的书中，看到一幅奇妙的插图，画的是一条大蟒蛇正吞食一只野兽。这便是那幅插图的临摹。书上这样写道：蟒蛇逮着猎物时，总是整个吞下去，并不咀嚼。吞下猎物之后啊，蟒蛇就动弹不了了。接下来要消化食物，一连休眠6个月，连睡6个月，太厉害了吧！于是对丛林中的种种奇遇，我思索了好久。随后呢，我也拿起彩笔，画出我生平的第一幅画，即我的绘画一号作品。我把这幅杰作拿给大人们看，还问他们看我的画害怕不害怕？可他们却回答我说：“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？”嘿，我画的根本不是帽子，而是正在消化肚子中的一头大象的蟒蛇。为了让那些大人看得懂，我就又画了一幅蟒蛇的透视图。没办法。那些大人啊，碰到什么事都需要人向他们解释。于是我的绘画二号作品就长这样。大人们看了之后都劝我别再画什么蟒蛇了，不管是平面图还是透视图，还是都把兴趣放到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文法上。我当画家的美好前程，6岁那年就这样断送了。我的绘画一号作品和二号作品都没有获得成功，这让我灰心丧气。那些大人们从来不会自己去了解任何事情，总让小孩子没完没了的向他们解释，这实在太累人了。因此啊，我不得不另外选择另一种职业，便学会了驾驶飞机。我差不多飞遍了世界各地，而且地理的的确确对我大有注意哦。我一眼啊就能辨认出那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。万一啊夜间迷航，这种本领非常管用。我在职业生涯中跟许多重要的人物打过许多交道，我在大人中间生活了好多年啊，近距离的观察他们也并没有改善我对他们的看法。
我遇到的大人中，只要觉得哪个头脑还算清楚的，就测试一下，拿出我一直保存的绘画一号作品，看看他是否真的能理解。可是每次我都得到同样的回答，这是一顶帽子啊。这样一来啊，我就不同他谈蟒蛇了，也不谈原始森林，更不谈什么星星了。我只能说点他能懂的，谈谈桥牌、高尔夫、政治、领带什么的。结果能结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那个大人啊非常的高兴呢。我的生活呢就是这么孤独，没有遇见一个可以真正交谈的人。直到6年前，我的飞机直接坠落在沙漠里呢，这对我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。飞机上携带的饮用水也只够我维持一个星期，也就是7天。第一天夜晚，我就睡在远离任何人家的沙漠上。比起抓着小木筏漂流在大洋中的遇难者来，我更加孤立无援了。因此拂晓时分，我忽然被一种奇特的轻微声音弄醒。你们就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惊讶。那个声音说道，如果你可以给我画一只绵羊吧。什么？我马上跳起来，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，我使劲了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瞧了瞧，看到一个非比寻常的小家伙正在那儿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。哎，他还说给我画一只绵羊。我惊讶不已，瞪大了双眼，定睛瞧着这个神奇的不速之客。不要忘了，当时我身陷绝境，方圆千里没有人家。可是眼前这个小家伙，我看并不像迷了路。他不是累得要死、饿得要死、渴得要死，也不是吓得要死，他根本不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孩子，跑到这千里之外没有人烟的大沙漠里。如果你可以给我画一只绵羊好吗？我不会画画。没关系，给我画一只绵羊吧。神秘的东西一旦产生极大的威慑力量，谁也不敢违抗。但我主要的学习是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语法。我从未画过羊啊，只画成了2幅画，所以便重新画出来一幅给他看，正是那幅蟒蛇的平面图。他居然说，不对不对，我不要在蟒蛇肚子里的一头大象，一条蟒蛇实在太危险了，而大象又太庞大，太占地方了。我住的地方呢非常小，我就只需要一只绵羊，给我画一只绵羊吧。我只好画了一只羊。他又说，不对不对，这只羊病得太厉害了，再给我画一只吧。你瞧瞧，这不是绵羊，而是山羊，还有犄角呢。哎呀，不是，这只羊太老了，我想要一只能长久活着的绵羊。我心里着急，要动手拆卸我的发动机，失去了耐性，随便画了几笔。这只是箱子，你要的绵羊就装在箱子里面。因为我住的地方非常小，那也肯定够了，我给你的
是一只小小羊，也不是特别小。诶，小羊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小王子来自何方，我费了好长的时间才弄清楚。小王子啊，向我提了许多问题，可是我问什么事，他似乎压根儿就听不见。唉，各位小朋友，这一集的故事说完啦。下一集呢，小王子会介绍他住的那个星球。那个星球啊，听说有一种可怕的树呢，好像是猴面包树哦。小朋友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